好的，欢迎收看这一期大表说表。今天呢是劳力士发布新款的大日子，下午它出了新款之后呢，我们马不停蹄就开始录制了。相对于去年，我们高情商一点说，去年应该是大年嘛，今年算过渡年，没啥重要款式也正常。低情商一点说，就是今年劳力士发的新款都他妈是土鸡挖狗，没一个用心的。今年劳力士新款的设计突出两个字，幽默。我们一个个看一下。首先是格林尼治，这个系列本身应该是属于热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系列了，万众瞩目的这个红黑圈没来，红蓝的百事圈也没停产，皮蛋圈带着小绿针绘图转身。有点像以前116710最早的时候黑圈小绿针那种设计风格，我感觉定位上来说应该是补充到水鬼，价位上面和自己家的款式打对台的，也算是劳力士嫌自家水鬼卖太好的左手打右手，产品线角度来看意义不明。行情上说，去年出的坚定五珠全新在14万多，就算可乐没涨价钱，其实皮蛋加了个金他都干不过。钢款皮蛋呢，等新表热度过去，我预测估计二手在9到10万块钱这样，估计会比国米要便宜一点，也算是给预算10万左右不想买水鬼撞表的标主一个新的选择。客户开心，品牌赚钱，唯一受伤的就是之前囤可乐的大冤种。我已经很多次讲了，不要做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劳力士如果让你猜透了，那还能叫劳力士吗？说不定这个烟雾弹它就是劳力士自己放的，你们知道吧？反正我今天看同行已经有人在群里面套，就是16万多套了，之前行情都18了快。再往下看1908，这个表款非常奇葩，纯纯和影子打拳击，出了一整年了，不要说专柜，我二级市场上面完全没有见过这个表。我建议劳力士直接给他取个新名字，叫皇帝新表，好吧，只有聪明人才看得到。我从业者卖表卖5年，我都没有见到这个表，你卖个嘚儿。我们不吐槽他这个1908的铺货量有多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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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态的少。我们说回这次新品，总的来说这个表还是很漂亮的，包括文案里面也写了叫白金壳鸡楼盘，就是个冰蓝的配色。其实我觉得算是这次新品里面最让我眼前一亮，能看到劳力士有一定的诚意在里边的作品。反正我希望劳力士赶紧努力，让我赶紧试一试1908的实际表现，上手之后会怎么样的效果。再然后就是幽默中的幽默，顶级幽默人，全金幽默鬼王。我和大家都说劳力士是个工具属性极强的腕表，很多人还杠我，现在不要质疑我。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劳力士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潜水。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你潜的不够深不够快？那么这个手表它就完全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配重直接给你上全金材质，依靠密度保证你的下潜速度和深度。颜值上说它借鉴了蓝金鬼的这么一个视觉表现，所以其实颜值还是没什么话说的，300多克练练麒麟臂也挺好，加上它现在的金价那么贵，它现在虽然公价定在43万多，但如果说它实际价格能在30万，我觉得还是值得考虑的，毕竟它那么大一块金坨坨呢，霸气的，你手腕粗的话。再来往下看36的 Daylight 用上了立体罗马字盘面，比星空霸的改动要明显一点。我们直接去下一个，每年必有稳定水质商表款保留节目，纵横者的各种表带瞎折腾，各种排列组合，我感觉这一幕反正挺有即视感的，去年前年都见过了。去年是五竹的尖金的这个先行者，前年是全金胶带的先行者啊，不是先行者，天行者。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排列组合劳力士你还能倒腾几年。我们提前预测好吧，明年纵横者出个总统带版的，我们提前一年就可以预测劳力士新品了。再然后钻圈底，这个钻圈底我初看我觉得有点油腻有点娘，但看久了还觉得谢 bro 还真他妈挺闪， you know my same。 反正劳力士设计师绝对是能把土到极致便是潮这个理念搞到非常顶尖非常通透了。其实迪通拿倒不是说每圈少，它其实绝大部分钻圈都是冰糖的，像这种把圆形切割钻放在比较相对入门一点的款式上面应该是第一次，因为之前它那种顶奢款是有这种圆钻镶嵌的，这种因为圆钻其实某些程度上成本是要比方钻高的。再然后劳力士各种 Daylight 的一些配色上的改变，也不叫改变吧，就是新出了一些配色。首先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烟熏黑或者烟熏灰，灰灰黑黑，这个说不清楚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烟熏的。视觉表现上来说应该是不错的，具体等实物出来才能看到。反正我个人还是蛮期待的，应该算是除了1908之外新品当中我最期待的一个配色。其他的就是加了一些钻圈啊啥的，出了一个粉盘的 Daylight， 粉盘的36尺寸的 Daylight，
这个就是专门收割白富美的小甜甜了，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具体反正都得看实物。这个粉色的质感应该是太阳纹的，和豪掷狠动的漆面应该是不一样的，都可以期待一下。再然后各种钻款，什么表带上加点钻，圈上加点钻，反正就是高端款上多做做呗。真要喜欢劳力士了，也不会在乎它有没有钻，如果觉得好看都会买。OK， 那么劳力士的这次重要新款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总结一下，其实也没啥总结的，还不如直接听我讲广告呢。但是强行总结一下，除了1908之外，我目前没有看到什么会让我觉得比较有创意或者让我心动的设计表款。今年劳力士真的是有点敷衍。OK， 不总结了，就这样，直接看广告。喂喂喂，找表联系方式可以看下面的简介，也可以直接私信我。拜了个拜，再三连，明后再跟一下国产的 Wonders 一些重点表款。